你们先来吧，放一句狠话，小太阳。看什么羊？我们不会被你们打得太狠的。快上，靠你了，兄弟。可以，但是不能现在就气势输了。就是。我们如果赢了的话，下回舞台你穿裙子，你们。等一下，行不行？下面的舞台好像就是裙子。我。就是合作舞台，你穿裤子，他穿裙子，不香吗？好好好，这个好，这个。我是说，有可能是本来是陈科，有可能是张润，我还以为是相遇的季节什么的。哎呀，来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定胜负。等一下，你们这样两个人要一起惩罚的哦。你们俩一起惩罚哦，对啊、那就好吧，你们俩一起惩罚吧，撒娇三连，我互相撒娇，互相撒娇，没关系的，对，你们俩互相撒娇，撒娇呀，我没关系，来，我就想看你们两个，就是、就想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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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放狠话，放狠话了，放狠话了，狠话，喷鸡，来吧，快点，靠你了，我们再做。好狠的话哦！嘤嘤嘤！石头布，来吧！哎哎哎！但是你想干嘛？没有啦。不啊！不是我真的，要不这个这样这样这样 ，OK OK OK。剪刀石头布，啊、布布布布布布，真的你，加油啊！石头剪刀布，你怎么剪？条件反射，布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是打到我了吧？我感觉我好像都挡开了。我还以为你比较那个一点，一比进入白热化了，学着点洪静雯，最后一句了，学着一点洪静雯，对，打起来你们。没有了，没有。二比一，再来再来，赛点赛点赛点了赛点了，家人们，屏住呼吸。石头剪刀布，布。哎，干嘛？这是协和啦，喂，这是协和。怎么回事？这局不算。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又平了，哎呀，二比二。最后一局定胜负，一局定胜负，最后一局定胜负。我怎么感觉会打到我的？哦哟哟，石头剪布，哦，挡到了，撒娇吧，挡到了，真的吗？对，挡到了，挡到了，挡到了，再来嘛，再来一局，最后一局啊，石头剪刀布，布布布，挡到了，挡到了。这个反应速度快了那么零点一秒，对，挺快，撒娇吧，一点点，对，乘客快了零点一秒，来来来，赶紧惩罚 ，OK OK， 惩罚 ，OK， 我们下一组，来，下一组，下一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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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嘛，想他们两个，对呀，是不是啊？就刚才场景重复一下，来嘛来嘛，快嘛来嘛 ，MC 快来快来，我没有，没关系，是这个场景吗？可以可以，这个麦架，快来，我想了一个，好好好。你想个比那个那啥，就是，来嘛，就是也是互换哈，就是当丹妮刚洗完澡走出来，为什么是洗完澡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就是刚换完衣服走出来啊，好好好。然后呢，柯柯就很，很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舔一下舌头？抱歉，男老师很不得了，舌头收起来，然后就很轻柔的。抱了上去，有什么东西？哦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，哎，你模仿一下，我看不懂，可以吗？我看不懂，模仿一下，开玩笑。哦，很温柔的抱歉说一声，宝贝，我今天好累啊。那我要说什么？
我要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该想一下。你要说。不累不累，每天送上咖啡一杯一杯一杯。不累不累。然后给我吧，你不要拿这个了。然后你自己应对吧。你们生活经历比我们多，来吧。艺术来源于生活。谁在这儿？我看不到。那我现在干嘛？我换好衣服。为什么是换好衣服呢？对，就是搓头，搓头，对，就刚刚的一种状态，很轻松。对对对，就刚洗完澡，很轻松。你们像一群哦，擦头擦头，洗完了，来抱一下。抱着。你是不是用了我的沐浴露？对呀、啊。可恶。对呀、啊，还是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你们抱着讲不行吗？哦，说好多好。你给我理解，小小年纪脑海里装很多东西。送上咖啡一杯一杯。好了好了，好的好的，就这样吧。对对对。One two three， 甜蜜故事只有。